却远远坚持，天天年年天天的我。哇塞，您那鞋脱了吧，要不真较劲，这我是啊，这是个鸵鸟。等等，冬天的雪化成雨落下。你怎么那么喜欢我啊？王牌对王牌，以歌会友，掌声有请永远充满态度的王牌佳作。如果你不喜欢听我的歌，请闭上耳朵，接下来要打开纱戒，穿透你的耳膜。今晚几位曾经演唱过流行金曲的实力唱将相聚王牌现场。接下来有请灵魂歌者萨顶顶。
接下来有请吟游诗人沙宝亮。请宝藏歌手潘长江老师。河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哥哥心中荡起层层的波，妹妹何时让我渡过你啊你。接下来有请全民歌手队跨界歌手小沈阳带来大笑江湖。几个小脚谁最难受谁知道，江湖危险快点儿跑。接下来有请全能艺人陈伟霆带来 Love You Too。 最后让我们有请华语流行歌后那英带来 More。 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那英作为总关主携陈伟霆、凤凰传奇、小沈阳实力踢馆。欢迎两队，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音乐传声筒。大老师将会面对的这道题目啊，哦，知道了吗？啊，这个可以，会放给你听啊，来。哦，这个很难啊，这个怎么猜啊？很难啊，这个可以了吗？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传递开始，来。他在干嘛？神经病，你给我下来！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落嘴。小鸡，小鸡，跳，怎么了？啊，小鸡，小鸡，小鸡，完了以后跳。对对对对对，都对，都对。啊，先跳，怎么了？哦，来吧，好，请向后传递。跟他重复，我的要精准，要精准啊，要精准。来。精准，好，小鸡跳，这应该是凤凰吧？啊，跳，哎，跳，怎么了？完了以后，最后还有个，这个，歌词儿，歌词儿，跳完，跳完，好，请向后传递，对吗？对对对对对，差不多了。这鹅呀，骑马，交谊舞，交谊舞，然后就，不不不不，再来再来一遍，关上，快点快点快关上。鸭鸟飞，什么破？哦，我知道那首歌了，嘚儿一嘚儿喂，嘚儿一嘚儿鸭嘚儿喂，啊，擦玻璃，爱情，哎，爱情三十六计，爱情三十六计，鸟鸭飞，是吗？鸽子，时间到了，鹦鹉，时间到了，鸟肯定是鸟，对，到前面来，跟鸟，跟鸟，跟鸟有关系，跟鸟有关系，不能跟鸟有关系，对，麻雀，对。回娘家。歌名，歌名，歌名。
唱对再多的句子也没有用。歌名彩虹，彩虹歌名真的不知道。好，结束了，零分。周杰伦的七里香，我都不知道。大张伟，你演一下。哎，你看创就是创嘛。YYWHY 创 Y 这麻雀，这麻雀什么玩意儿？演的啥？这那这个呢？这个呢？在电线杆上多嘴啊，一直多嘴，多嘴，还有比这个形象吗？多嘴多。大张伟，你给大家演一个红高粱模特队。我不想演了，没人在乎这件事啊。好，红高粱模特队，对。好了，接下来要把大老师放第一个，得慎重哈。啊，好了好了，来，小圆队请上来。走，就是我们五个。你咋想的？歪呀！多嘴，就歪，我就疯了。那谁呢？这歌挺好，我唱一下，我唱给大家听啊。你先唱一下吧。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好，好，这看他怎么表演啊？这么多圈圈。对，准备就绪，来传递，开始。左三圈，右三圈。安静的心，我的心转一转。你还是我？我，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只大精灵。哎呀，敷脸面膜的歌。我再演一遍。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哇！对，可以了。好，一个。好，时间到，请向后传递。一个什么？一个。哎，他们几个跟交警似的，现在跟你说，右转打轮，打轮啊，打轮。一呀，那就是二郎神。我看你圆，我看你圆脸。嗯，骂我他。他说你对。你脸呀你！好，时间到，请向后传递。嘿，这边。弹吉他吗？杰哥很自信，耳机都不摘。电。Follow you。电。脸胖。脸。大脸。变大脸。他说他自己。反正就是这个囊，转电大脸，加这个囊，大囊，看，心啊啊，心是心吧哈？哦，反了，是桃。画，向后，可以摘了。哎，好，简单。把他不把耳塞拿掉。画，心。心啊，哎，中间什么？在电影院看完电影之后，就听《画心》。这是歌词吗？应该是《画心》，是不是？我怎么知道？看电影《画心》。好，时间到。我先问一下杰哥，是什么勇气让你从头到尾都不摘耳机的呢？就是喜欢听音乐。听得见吗？什么？为什么不摘耳机啊？明天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摘耳机了，杰哥。啊？可以摘了。杰哥里边还有耳塞呀、啊，有耳塞。那个大张伟的歌太炸了，销魂啊！亮，什么歌？什么歌？觉得画心会有这个动作，画肯定画。心太明显了，中间那个都是白闹。大
是个歌词。哎，转，可能是转，转什么？转转转啊转，暧昧的，哎，不是我的。答案是。那花心吧，花心吧，花心，信他了。回答对，正确。来下一个花心啊。哎，这个全程一直戴着耳机的人哪里来的自信啊？谁告诉我？他已经被震疯了。哎，我这个太明显了，一个一个字来。好，圆圈，圆圈，圈圈，小圆圈，球，小球，圆圈，圈圈球，圈球，圈球，圈球。你们随意吧。这个是说干嘛嘞？看，对对啊，哦，看电影的看，看你的脸，看脸，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哎，这个，竟然被这个人解释通了，你看没？你看月亮的脸偷偷的，偷偷心里面就是偷偷的，偷偷的在改变，是不是？心在哪儿呢？哎，那就不应该是画心，我们改好不好？那首歌叫什么？我们给大家来听一下正确答案，放一下来。这个人你熟得很。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的你。太远了，好，互换一下来。大老师还是第一个吗？没有这个荣幸了。好，这个歌你们应该能猜对，放一下这首歌给大家听。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你知道这是谁的歌吗？是杨钰莹的吗？你队员的歌。这个你得对啊！来，传递开始。你，我，你，这是，你咋的了？喝多了。我猴。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泥鳅。我为什么每个动作在沈腾那儿做起就老态龙钟的感觉啊？好，请向后传递。回家。怎么了，哥？好，来。我是一只小白蛇。幸好没有大张伟。这是什么？雨。啊，
你得说这是什么歌？这是拜年的歌，一看就是。来，好。什么是跪拜？哎，《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这有什么关系？答案是。那阿弥陀佛是吗？那阿弥陀佛，济公。好，来换一个位置。哎，表演太烂了。我知道我会输，但我没想到输得这么离谱。贾玲，请看歌词，并且听这首歌的原唱。最后这仨字怎么演啊？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这个很简单，就三个字啊，龙。来呗，开始传递。哎，亲，完了。下一句啊。有腰身哎，这个呀，来一个甩干桶，我尽力了，圆儿。弹琴，完了，他没有第一个字儿。对牛弹琴。来，相约酒吧。第二句，呼啦啦，呼啦啦。你看，呼啦琴站得不错。对。哎，等一下。爱情来的，爱情来的。杰哥，又是画心啊！心，我爱你，我爱你转，我爱你，我爱你转吹。你看，他明明知道了，后边不一定对。请向后传递。牛又是心，我的心里只有你。我爱你，我爱亲。哎呀，美啊！吹，吹，吹，吹。对，吹啊吹啊。我的脚放松。吹呀、啊、吹、啊、我爱你吹，我爱你吹，我也觉得奇怪，我爱你吹啥？我爱你吹，我爱你吹啊、哦、我爱你吹风什么的，仔细到前面来啊。就提醒你一句，你唱过啊？我唱过。他唱过的歌多、啊、那我知道了。爱情来的太快，就像龙卷风。没毛病。好，那就龙卷风。可能是那个天堂。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杰哥，我的天堂。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杰哥还塞着耳塞，他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哦哦，整个世界清净。什么歌？你猜是什么歌？天堂，天堂，特别棒。对了，特别棒，特别棒。杰哥，一孕傻三年是你的，是吗？没问题，杰哥，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哈哈哈其实不一定是天堂。我都没唱。算了算了算了，不要打架，不要打架，算了算了算了。我演一遍给杰哥看，好吧？好。哦，忘了这个。弹琴来跑。哎呦，小陀螺。啊，我把第一个忘了。
为什么他跟你的完全不一样呢？王源马上就懂了。对，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真的是有一种众人皆醒他独醉的感觉。只要杰克知道答案了吗？现在全球华人都已经知道这首歌了，只有你不知道。邓紫棋是最后一个，让他猜。我猜了。猜什么？我猜龙卷风。龙卷风啊，对不对？你觉得对不对？爱情来得太快。不是，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龙卷风真的就对了，肯定是龙卷风。真的。OK 了。获胜的是王源队。这样，接下来呢，每一队有每一队要干的事儿。谁？我们给他们打个样，谁能就是做个比较另类的唱歌的方式。这就是爱。厉害，杰哥！厉害，怪不得现在生俩孩子，了不起，张口就来。扶不住啊！这杰哥是下腰，亮一回是吗？有什么难的吗？我试过一次，就是做平板。哦，平板支撑，来看看。唱画心嘛，刚唱。对对对，就画心啊。哦，平板。哇哇，好运动的女孩。爱着你像心跳难触摸，画着你画不出你的骨骼。记着你的脸色，是我等你的执着，你是我一首唱不完。起来吧，再不起来就后天了。的歌。哇，小心小心小心。哇。哇。哇。你们那个样打的，你们那个角度看天后可能还比较美，我这个角度看天后的。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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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好简单啊。太简单了。好了吗？传递开始。抓眼，你用我的眼睁开了双眼。我借我一双的眼吧，让我把这风流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切。你是我的眼。你是我的眼。你用我的眼上下我去查视力。视力。俺听不懂啊。别挡门，别挡门啊。你是我的眼。好，下一方传递开始。他又挤你一下，你明白了？对。OK。OK。给我吧。三。啊。OK。OK。OK。啊。彻底乱了。谢谢谢谢谢谢，哎、hey, ，帅哥好，帅哥好，哎，啊，给我，给我你的眼睛，然后，啊，啊，等一下，视力表啊，这输了，怎么能猜到？这个猜不到了，猜不到了，走，你看一看一看，最后一棒，咋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什么玩意儿？什么？应该是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把你眼睛
给把你的眼睛给我。这么重口味的歌、啊。然后还有这三个是什么？这什么？有这首这什么歌啊？这歌猜歌名啊？好，小童，花花已经不能再演了。什么？小童，小童，告诉我这首歌的名字是什么？把你的眼睛给我。还有这个吗？哦，你是我的眼。这么简单就好了。你是我的眼。对对对对对，小童对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解释的非常好。如果这个猜不对，只能说第一棒太烂。不过这就是这句话呀。对，我想你是我的眼，在我里面。猜不到。以最后答案是，你是我的眼。你是我的眼，我们直接给你听一下那首歌，你就知道了。来，放一下。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情情注注明明。这个是娜姐的歌。借我一双慧眼吧，你指我一下不就行了吗？那耍赖了吗？哎呀，我让你耍赖，我不是没想到吗？我这么爱耍赖的人，我就想知道这是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给我演一个。来，行。我们先掌声谢谢这位美国的朋友，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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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王牌家族队这一题挑战失败，来，两队互换。这个有点难。太像你是我的眼了。嗯，请。我们走吧。有请菲菲拿上这轮的歌词。哦，这个还好，但演啊得演歌词儿。琢磨琢磨怎么演。行吧。好，来，观众朋友听一下，要演绎的是哪首歌？山不转，那水在转；水不转，那云在转。哎呦。也好演，好演，好演！哎呦，这你再演不出来！哎呀，我真演不出来！来吧，来吧，来吧！传递开始。哇哇哇！你怎么了？那个嘴型别在那叨咕啊！就这样吧，走了。放弃了。爱怎么样怎么样。哇！哦。哇！哦，撒撒转着左三圈，左三圈右三圈，哇，左三圈右三，哦，竟然猜对了，厉害厉害，好棒啊，好棒啊，娜姐，厉害厉害，请向后传递，这什么东西？你这个爱的那种啊，转的，娜姐。娜姐有魔力的，娜姐门关了，娜姐后面门关上了，门关了，娜姐，娜姐后面门关上了，门关了，圈圈，快快快，哈哈哈这个是什么魔力似的感觉？波浪，然后转圈是吗？转圈，爱的河里转圈圈，你就那个，啊。心就转圈儿，就是你。嗯，哎，娜姐这个办法好啊，下来演，跟门都不产生关系。娜姐聪明啊，这门是关不住你了，娜姐。就还有个这个，完了以后各种转圈之后，这么一个，哎对。啥歌？我你自己看吧。What？ 爱情三十六计。爱这叫心，变成心了。时间到，
曾毅，请上前，你先给一个答案吧。爱情三十六计。哇，天哪，这还真的说出来了，真说出来了，我的妈呀，太厉害了，看来是不对了。谁啊谁啊，你表演一个。看啊，这个就是魔力嘛，开始发功了。这什么神了那么多动作啊？是浪花吗？对，是不是我的歌？对。啊，最老的那一首，你才最老呢。你说谁说说你的老？我说的是最老的那首歌，不玩了。终于打起来了。知道了知道了，这个确实不是娜姐最老的歌。这俩，这咱俩咱仨还是同行呢，以后你们我不跟你们混了。哪有刨咱自己的活，这是去年刚打榜的歌。去年了。对呀、啊。好，我们让曾毅给一遍最后的答案。山不在，水在转。回答是错误的。啊，正确答案山不转水转。就多了一个字儿。今天晚上完全就是歌手之间跑火。那我说了最老那首歌说对了，就您知道我最老，你也不能说话呀。我说的是这一首歌是老歌。是的，傻孩子，不说了。来，两队互换一下。好，来看看这轮你的题目啊。哦、来，有请王牌先生。哎呦，哎呦，哦哦，你的眼，你熬啥？这个，好演吗？觉得？但这个，我觉得腾哥是不是没听过这首歌？就超越了他的年龄范畴。对。好，我们让观众来听一下，这首歌是什么？我是壁虎等待蚊子，你是蝴蝶翩翩飞。王力宏啊，不是不是，汤唯。演出来哦，准备好了吗？好，挑战开始。运动。嗯，开始演了。哦，刚那个是什么呀？把尾巴砍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我知道这是什么，这是歌啊。你把这个，我演出来是不是？好好好。Hello。Hello。Hello。好好好好。Yo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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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chicken out chicken out。要 chicken out chicken out。你都不知道啥，你给人家 OK 啥？有本事！还有伸舌头吗？又拉又拔去。最后一棒，这能猜得出来。
了吗？那个什么，壁虎漫步。哎呦喂，什么呀？这是什么呀？壁虎漫步。我不会唱，但我看我哥这个断尾巴吗？然后有一个壁虎贴墙上。说实话，我这真没按壁虎演啊。你按啥演的？感觉像被壁咚了那种。那我想问一下，你把人壁咚了，你跟谁显摆呢？好，这题王牌家族队回答正确。耶、yeah ，厉害厉害厉害！我们谢谢这一轮参与的观众朋友，来两队互换一下。这个赢得非常的令我们幸福，真的，第一棒也好，然后小童传达的也好，你这个壁咚也壁得好。我总觉得娜姐好像特别想到我们这一队来，全程都在向我们这一队示好。你应该来我们这队，花花你是我们队才对。哎，对哦，我有一种，不行，我是王牌的人。歌手专场，歌手队难度要升级，王牌家族队出题，看歌手队能否答对。我们在找什么歌也难不住你们啊，找一很老的歌是吧？娜姐，我要求第一吧，我演得比较具象，那死得更惨。哎呀，歌手圈内讧了。咱俩谁在第二？哎，你二，赶紧过来。您在中间，您在中间。咱别写，大家都听过的。是一个拉子之歌。诗人，我都没明白。是。啦啦啦啦啦啦。追捕的吧？我在追逐。你光写拉，他们不知道旋律；你要写那个，他们才知道。来来来来来，来谁上来给题目，并且给出示范唱？腾哥去吧，这儿呢。啊，这儿呢。就捂这个。这护的严实的呀。不用护，他们也猜不出来。对。你示范唱一下，你知道歌吗？我不知道啊。啊呀啦，追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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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演吧。这怎么演啊？啊呀，啊呀啦，啦啦啦啦。走了，嘚瑟的。走了，嘚瑟劲。不是，腾哥，你站在旁边，帮我助演一下。来吧。传递开始。时间到，请向后传递。哎，向娜姐传递。哎呀，哎呀，哎呀，玲花，你行的，没问题。哎呦，还没问题，人已经演半天了，以为没开始呢，娜姐。拉，这样子啊，完了以后拉扯啊，完了以后把他的手，啊、手完了以后剁掉。出来了，哎，曾毅，这样，然后，娜姐，请向后传递。拉扯，嗯，他反正拉着我的手来回拉了两下，就啊，之后跑下去把他的手拿完了之后，两个手。娜姐又不管后面的人。娜姐、刘花，你们中间有门吗？有啊，有门啊，我以为没门呢。嗯，娜姐，不就没了吗？现在有门了，开错门了吗？他刚才是这样了。有一次机会吗？
我看不到，连一次机会都没有。我连演的机会都没了。唱片啊，这什么节目？这是啊？你请问是哪首歌？这就可以了。我问的都揪心呐。沈阳，歌名两字。逃跑。追追追追捕，追追捕。呵，我想问一下台上的人，有人会唱追捕吗？啊，这样如果没有人的话，这整个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把他孤立了。啊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呀啦，没听过。啦啦啦。歌名叫啥来着？追捕、啊、叫就叫追捕吗？我不知道，但是其实是你不知道你说什么题呀、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选这首歌。你妈没说对啊！谢谢谢谢谢谢。这样，我站在一个公平的角度，如果此刻能给出这首歌的正确中文歌名的话，对，我马上宣判他们错。如果给不出，那这道题他们无从作答呀。张涵予唱过这个歌，你看中文歌，他中文歌名是什么？张涵予。王牌家族队给不出中文歌名，所以这道题全民歌手队胜。出了题没给出正确歌名，白出了。聪明吧，聪明我。没想到啊，咱以前也没经历过呀。由于传声筒环节两队打平，两队来给自己拉拉票。我就平板支撑唱歌吧。哎，可以啊。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平时健身，所以你说这个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可难的。来吧，来。哎呀，对吧？你直接来这个。这什么东西啊？对我来说太陌生了。叮叮叮！哇，姿势标准。好，就这样被你征服，你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如图。来个高音。就这样被你征服。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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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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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棒，特别棒。我可以算给我们队争光了。过关，过关，完全过关，完全。小沈阳，到你了。到你了，到你了，该怎么样？我直接过。啊，这不行，不能过。啊，我特别相信小沈阳。我没什么绝活。倒立，倒立啊！倒立。爱是你我。哇！哎、这真能倒立啊！用心交织的生活。哇！哎呀！哎呀！哎呀！没事吧？可以。是上一期花花那个倒立是起来的真快，是吧？来来，花花。天手。我。你抓着我的脚啊！我抓你脚，行。好。你就往我身上翻呗，就是我就是强。我真行啊！燕尾服倒立唱歌，我的天。喂。就这样被你，就这样征服了你。你不能下来，你不能下，继续唱。你还跟我叫板呢？的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我的决定是孤独。好，慢慢放，慢慢放，慢慢放。你赢了。好。你比我唱得好多了。没。好，腾哥拉票。我特喜欢看那个娜姐一首 MV。好，哪首？知道了吗？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你能分辨这片万花哥的世界。谁看过这 MV？ 这我一直是以为这，我就跟别人打赌，我说娜姐这首歌绝对就是手语，全是这个，两边特别对称。接下来呢，我们的音乐教室游戏升级玩法叫做命题接歌。好，现在我们已经正式来到了我们的王牌音乐教室。啊，水果。好了，这轮从你们开始好了。水果开始吧。水果。菠萝菠萝蜜，菠萝菠萝蜜，带我去，带我去。来，我来，我来。哎，唱得好。哎，说到吃的，贾玲就知道了。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哎。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唱过了，唱过了。等会儿，你脑子也被烧了。等会儿，等会儿，怎么用心把你留下来，留下来？啊，最炫小苹果，最炫小苹果。哎呦喂，对他们有一个合的版本，嫁接的水果也算。士多啤梨啤梨苹果茶，哎，知道这也不错，这比英语还吓人呢，这什么玩意儿？那是广东话，哎，都听懂了，你听不懂？你说啥都行，你说啥都行。黑凤梨，黑凤梨。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这什么？这什么？你，哎，我这首歌是专门给李写的一首歌。没说完温柔，只剩你一个。哎呀，你下去，我来，看好了，这也喷。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啊，琵琶可以。琵琶为什么他琵琶行，我梨不行？你是分离的梨，土琵琶是吃的。我是吃的土琵琶啊。哎，来，继续。我还有。你还有？你真的有勇气确定自己还有？离我前世何止否我面离。哦，我知道。论成败。人生豪门，啥？什么呢？橙啊，橙汁儿没喝过，橙啊，橙汁儿没喝过，橙啊，什么都来啊！你也太牵强了。这还牵强？我怎么今天全那么牵强啊？人生成败，成。走。八千那个葡萄树。五、四。我知道。三，哇塞，您那鞋脱了吧，要不？真较劲，我知道，这是个鸵鸟，我不知道，我想不起来了，哎，我又知道了，你告诉我，我真的知道，你是我眼里的苹果啊，哇，什么烟？你这说的是苹果，你俩都听过呢？啥歌？是很旧的老歌，我听过。那首歌你应该听过呀。说什么？这凭什么？凭我没唱呢，这面相吗？你再这么，我跟你急了，哥，谁喷我们？讨厌！哎，我来那个月亮弯弯，明明亮亮，果汁分你一半。嗯，果有果汁。果汁是水果吗？果汁可以榨汁的，榨汁也。我们是几种水果放到一起榨的？这道题就到这里。我们根据刚才的这个统计啊，你们对错的多，主要是你错的多。我啊，什么论人生成败是成。来，王牌先生，下一个关键词。白色。白色鞋也就跟白色，要说白色的鞋是吧？对，来，开始了。哎呀呀呀！一颗
呀小白杨。哎，标准。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却还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白我来啊！我要弥补我自己。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说白。哦，我去，你最摇摆。明明白白我的心。有白有白，俩白，我们这顶两首啊。你发如雪，发如雪。王源就教了我这一句。想念你白色袜子。哦，那哦，已经对了。到他们。来了，子期，加油！大张伟，阳光下的泡沫是白色的。那个2002年的第一场雪，好。哎，我们的是白还是雪呀？白色的物体。杰哥，你想好了吗？我是kiss 那跟我的摇摆的一个意思，是白雪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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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背包。哎呀，什么？哪里啊？对，我背包是白的。太牵强，太牵强。我真的有一个白背包。陈奕迅没有啊？你太牵强了，你八几年背到现在已经背黑了。不是，鹏哥，这首歌如果说是你的白包，这个鹏哥说他真的有一个白包。我不是，鹏哥的意思就是说他真的有一个白书包，但是谁在乎呢？对不对？灵花来了。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哦，到你们。我来。白灵鸟啊。来。不对呀，那是百灵鸟。就是那个白。白色的百灵鸟。你是那个吧？在。没喷我。你看，对了，错了，继续。哎，唱错了吗？什么？我的爱像泡沫。泡沫，我唱了没有？因为是贾玲唱，你适合唱泡沫，唱泡沫，泡沫是你适合唱。唱错了就站回去。来，我们杰哥开始唱了。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哦，这个好。像白天不懂夜的黑。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哎，那马真是白马。这个跟我白包有区别大吗？我被喷了。有，人那真是白马。确实，这不应该喷。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一座座，不是，你们想想，什么意思？这首歌叫什么？等一下，这首歌叫什么名字？青藏高原的山不是白色的吗？白龙马蹄儿草西。哎，对，白龙马对。栀子花开呀开。可以，这可以，栀子花是白的。来。突然放慢了脚步。哎，我觉得咱们应该有一个子琪啊，跟我们灵花俩人比谁跑得快。灵花是这么跑，你知道他是这样俩人比。来，咱俩演个他俩。你演这个，来，一二三走。子琪，来，我把我的鞋给你。子琪，你是已经唱过了是吗？我唱完了。梦里鲜红的蔷薇，睁眼是苍白的玫瑰。竟然没有人在乎你已经唱过。来，走。哎。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那守候那皎白月光。
白月光。啊！哎，就一句白月光，就唱仨字儿，厉害。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等会儿你回来，您请回，您拜拜。他的意思就是拜拜了。啊，朋友再见，再见，拜拜了。还得翻译啊，拜拜啊。你是岁数大了是不是？来了来了，真正的来了。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用声陪伴。对对对对对对对，真被你想出一个。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放不他的关怀。好，我来统计一下啊，这一轮最终获胜的是王源队。我们怎么老输啊？耶，不是还有呢。第一轮带人名的歌，带人名的歌。哦，直接开始来来来。我叫小沈阳，你们也叫小沈阳。Dance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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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好的，九妹九妹。哎，可以可以。哇，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啊，这，哎，没毛病啊。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五四，你快去。三，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师傅。自己配了个猴，没办法，被你们逼的呀。爷爷想起妈妈的话，妈妈。啥玩意儿？妈妈不是人名。这海洋好冷啊。我刚才想忘了呢。五四。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小跑仨徒弟。对，小邋遢真呀真邋遢。好，接上。是他是他就是他，他的名字叫小哪吒。这看了多少动画片啊，这是。你若化成风，我化化成雨。什么呀？是什么呀？我化化成雨。对的呀，我的名字吗？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啊哈！黑猫警长。啊，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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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啊！快快，四五四三三二一，别！我还没开始呢。五秒结束。五四你三。二一，超越自己，一起飞。谁呀？谁？谁呀？这谁呀？杨超越啊！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个蓝精灵，他们聪明，哎呦呦，跟着舞。有两个人名，厉害了。爱需要人的勇气，人的等着流言蜚语，对吧？这怎么的？流言蜚语是谁呀？流言柳岩啊！柳岩，对呀。不行，这不干，这说不通。Angel， 盼望你在我身边。对，没错。爱你，你就是无法忘记。爱你，那我刚唱完了。不是，这个不是王杰的爱你。爱你，我不能失去你。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我是阿杜那个安妮。Andy。Angel 对 Angel。Angel， 我们不唱过 Angel 吗 ？Andy， 他是 Andy， 你们是 Angel。对。嗯，那等会儿我们还有别的按钮来。莫妮卡。唱过了。有，唱过了。二。
没这歌吗？唱过了。Dance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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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啊，真的？那我还有，我都想揍你一顿 ，Monica。你这怎么还自嘴了？哦 baby baby， 哦 baby baby， 哈哈哈哈哈 ，Angela baby， 哈哈哈哈哈 ，baby Angela baby， 梁山白竹影台，非常好啊，我们两个名字啊，我爱你，你是我的朱丽叶，我愿意变成你的梁山伯，两个人名。我的妈呀！广东歌可以啊，可以，只要有人名就行。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陈奕迅啊，可以。Hello Hello， 你好，周杰伦。耶！还有十秒钟。山歌好比春江水来。人呢？人呢？三哥。刘三姐。二舅子，好，时间到了。刚才这轮游戏呢，我们双方打成了平手。哇哦！下一个题型也很有意思，我觉得比人名稍微难一些。哦。要求唱的歌是带疑问句的歌。疑问句的。这么快？来。哦，大哥，大哥，大哥，你好吗？疑问句，疑问句。爸爸，嗯，我们到底去哪里呀？正确。爸爸。那山咕噜噜哟喂。这是翻译是吗？这都能过，这唱的是一样的。不，那是那个吉祥三宝嘛。对，吉祥三宝的那首歌。那三路路路哟喂。等。咦。哎呀妈呀，天啊，怎么办？我怎么这么好看？正确。怎么这么好看？芭比，你唱过小星星吗？唱过了。你玩够了没有？好，正确。你唱的都这么苦口婆心的。哎，没娃的要过河，拿一个来推我嘛。啊，不是，这个已经回答完了。谁回答的？我来了。是谁在敲打我窗？正确。接下来还有问题呢。你为什么不说话？可以啊。是谁？又来一遍。送你来到我身边。可以啊。对。为何判处众生孤寂？可以。是谁？在唱歌，温暖我心窝。哇。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好，正确。好，哎，我这把急死我了。来，花花是谁？他为啥那么不急啊？我也下回这样。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正确。你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正确。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敢问路在何方？正确。是谁？花花，是谁？是谁？
是谁？是谁？的心啊，留下是吧？是谁的心呐？对不起。不要问我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娜姐，这是个回答，你去哪儿啊？不要问我到哪里去。你到底爱不爱我？正确。对，是谁来了？是谁？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正确。是谁偏？而且哎，我们这边只派出了一个人，这三个大将还啥也没占呢。五。四啊，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我又错了。谁伤害了我？又是一句回答呢。你伤害了我。我现在问的都是啊，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这可以吧？这可以。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正确。我们输了，谢谢。我们还有很多存货，还有存货呢。你们别存了，留着下一期用吧。我们投降了。我们接受。好，这一轮获胜的是王牌家族队。第三轮物品接歌啊，根据传送带随机给出的物品进行主题接歌，直到物品消失，下一件物品出现就更换主题，请关注传送带。第一个物品主题，请看。是什么？火腿，火腿，接歌开始。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有火，哎，火，小苹果，知道。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猪头猪脑猪，耳朵猪尾巴。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就靠这火腿走四方了，对，是可以的。走四方。抱一抱那个，抱一抱。火风的歌，火风的歌，火风的歌。好。我是一张弓，暂时一颗钟，不动不要说如钟，走路一阵风，走腿。你就是火，奇怪的造型。火辣辣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哎呀，你的歌太多了，真的是。下一个物品要出现了是吗？不知道，哎，来了。什么玩意儿这是？吹风机。吹呀、啊、吹呀、啊，我的骄傲放纵。想要和你去吹吹风。啊。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风吹好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陈伟霆上上上接这是什么黑眼睛都可以啊吹风机跟吹有关的鸡也行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怎么吹呀、啊、他吹的黑头发头发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头发甩一甩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看就东北人雨做的云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下一个来了下一个来了下一个物品来了下一个主题灭火器灭火器又是火火火火火火我唱唱过了火风风火火闯九州啊火红的太阳升起来呀你什么情况有这么一首歌不骗你红红红颜红叶哪里有火呀红的嘛红的嘛啊红的灭火器红色的火焰、嗯、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你就像那动态里的一把火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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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自己的歌憋了那么久呢忘了哎呀我那个歌里面的火是在哪儿来着只有我守着安静的沙漠等待着火我看这个只是一烧烟火散落的身好像唱情歌看最美的烟火好时间到了哎时间哎哎快上时间到了、啊、时间到了整一轮获胜的是王牌家族队啊又是我们吗天哪金曲飞花令第一轮我们请狒狒拿上要求并且做一下简单的示范和职业有关的歌曲啊例如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啊卖报的别让他举例了我们的答案都要被他举完了准备好挑战开始从谁开始小童那么自信你看剑指话筒小童今天做一个 rocker 来唱一首美声的歌曲啊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受理一面警察叔叔、警察叔叔咱们工人有力量嗨可以可以那个啊西湖美景三月天呢这是啥呀船夫是船夫唱的歌对西湖美景三月天呢算吗
算吗？当然，这标准答案呢，这怎么还算呢？船夫，船夫没毛病。你刚刚不是说你船夫唱的歌是吧？我唱个许大夫唱的歌。嗯，娘子娘子生得好美丽，他是大夫吧？是许大夫，许仙唱的歌。对对对对。我来。你难过的太表面。他像一个演员哦，对对对，那个演员，那个什么，你这是评剧吗？还是被调跑的呀？你难过的太表面，你难过的太表面，你还不是个歌手，你不要唱的。他不是歌手，你是个人，你也不能唱成这样。小嘛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学生，学生 ，yes， 是，嘿呦，这是什么职业？这是什么职业？哦，牙医，猜，牙疼了，牙医，患者，患者是职业吗？你就等着挨喷吧。真的是，真的是，我以为能有什么新鲜的呢，我还给你扑一下。我把你画成画家，画家，对对对对，可以，这可以。好，我来。再把思念一点一滴化成雨落下。等一下，你知道你们唱过是画家，但是我在里面唱的是歌手华晨宇。那我唱。到他们。这个算吗？当然算了。那这样的话，我能唱出一堆来。摇晃的红酒杯，调酒师。天天喝呀，小童是天天喝呀。好，我还有一个。等等，冬天的雪化成雨落下。又是歌手，你怎么那么喜欢我？对，那我也还有一个，想起来我那首歌，还有一首华晨宇，左手华晨宇，右手成鳞片，他还是华晨宇。他主题歌那么多呢。我想了个牛的，觉得您快来。哆啦鸡，哆啦鸡，宝洁，哎，你这个宝洁，它是朝鲜民歌，唱的是桔梗，直译过来可不是倒垃圾啊。而且多打我哥的脸，我哥上去之前跟我说，我想了个绝的。让我把你心儿摘一下。医生手术，哪个医生是把心儿摘下？妈呀，那手术才难呢。大手术可辛苦了。好，我们统计一下，这轮王牌家族队是领先的。OK， 表达委屈的歌曲，示范一下。可惜不是你陪我到。你一定要把我们所有人的答案第一时间唱出来吗？好，谢谢菲菲啊，唱也要唱得很伤感啊。好，带着那个情绪把这个歌唱出来。不能硬熬的伤感啊！听见没有，对面不能硬凹啊！哎，等一下，不能硬凹，我们不是输了吗？我们的价值在哪儿体现？从谁开始？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哎呀，太委屈了，太委屈了，这么年轻，这么委屈。啊，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好孤独，好委屈，好难过。那就这样吧。啥呀？哪样啊？没背来词儿啊，没背来词儿，但情绪感受到了，非常饱满。那就这样吧，算了。就是。哎，我来。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啊，这个还可以，跟一个王爷似的就下去。我来。你一定要这样吗？
嘲讽我吗？这是？难道还不够明显吗？想问天你在哪里？我这是迷信问问。你不用，你不用老瞪着我们唱，你还一定要这样对着我们唱。我们俩不同意。有了。夜太黑，还有什么人让我心着树伤？让我心着树伤痕，伤痕。你听多难过呀，你都听呆了吧？我觉得有些歌吧，就是歌唱家要不会唱，要不就别唱了。你又不像我们扛得住压力。别废话，赶紧五四三。心太软。你总是心太软，没了就一句，这多唱一句，而且重复的。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哎呀，太让人心疼了，太心疼了。一想到你我就……等一下，丁丁老师，这个有点开心。不是，这首歌正好后面是空空恨，别梦就是很真的很难受，他空空恨都那个梦都已经别。说你的创作历程呢？死了都要爱，对，痛苦到最后不痛快，委屈吗？这个？委屈啊，那不都宣泄出来了吗？还有什么可委屈的？委屈的是憋着，把这情绪压抑着。不委屈哪有东西去宣泄呢？你爱我还是他？这是问句，不难过呀。对啊，人家说爱你呢，你就不委屈了。嗯，还没得到回答，可以了，全军出击。已经不确定了，这是问答。不难过呀。已经不确定了。不难过呀。难受。不难过呀。不难受。不难过呀。哎，不要打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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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要打架。你难过了吗？你难过了吗？好，来。我知道他不爱我。对。别算。什么叫算呢？一定是。对啊，那个，你到底爱不爱我？哎，又是问句，人要说爱你呢。哎，不对，你爱我还是他？这是问句，你到底爱不爱我？这是委屈。这个很委屈。去吧，我已经感受不到了，我已经彷徨了。你爱我，你到底爱不爱我？这样比我说你不爱我，我觉得还要委屈，对吧？你太扯了。那个喷雾的人，你睡着了？咱们犯的错误太多了，雾不够了。潘叔没唱已经委屈了。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老张开车去东北，啥呀？撞了，不算。哦，你解释一下。一个人去的，不是，还后边撞了。哦，撞了，撞了还不委屈？你把撞了唱完。老张开车去东北，撞了。哎，难过。我跟你说，你那队唯一唱最好的、最准确就是这个。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怀念你，看多难过。快点。我是一只小鸟，怎么飞也飞不够。太委屈了。哎呦，我的天，好心酸啊。你怎么会有这种经历？我的妈呀，这个有什么委屈的呢？你这属于贪欲。嗯，一个小鸟你能飞得多高啊？鸟飞不高。你快去，哥，快去。你能飞多高啊？小鸟飞不高，对啊，什么委屈？我是参与，我唱的是小鸟，不是小鸡呀。那猪也够了。我是个鸟，飞不高都不委屈。伤害那么大，有没有我的家？我想有个家。我想要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老师，您可能需要大点的地方。对不起，那就跟你住啊，这房子不用太大了。好了，时间到了啊！经过最终的统计，唱委屈的歌符合要求更多的是《王牌家族》。欢迎来到我们的音乐教室。本轮游戏一共有三轮，第一轮首先由沈腾队长出题。既然他们队今天都是这个以高音著名，那我们就比试比试高音啊。怎么样，跟他们比高音呢？但不能唱，以说的形式说高音。一队出三个人怎么样？现在最高的仨来，大高、二高、三高。来来来，你那边派哪三个呀？综艺大张伟。咱仨男的先来吧。行，好吧。好嘞。腾队要求用说的。说的。说句什么？说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就说这个。我给个很低的调，然后慢慢加上去，好不好？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稍微高一点就行啊，不然容易害到自己队友。天空飘来五个字，啥都不是事儿。您这口音呢？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这也太低了，张杰的嗓子。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你看这一下提高了，提高了，该你了。天就可以了啊，可以了。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太高了，这是高了吗？再高一点。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下一个。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继续往上走。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算一样的。来，跟猫挠玻璃似的那声儿啊，那个。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下一个。哇，这怎么办呢？跟小鸟一样。可以了，该你了。那是唱成脑血栓了，这个。唱成啥？就是这样了。哇塞，该你了。还是不够高，他比你低了，他比你高，他比我高。你再听，你再听，天空飘来五个字儿，天空飘来五个字儿，不太可能了。不是，张姐，你再唱一下，你刚才那个那么高。你超越一下这个，我听听。打脸，不懂事了啊！说比不过，还是改唱试试行不行？毕竟唱可能像曾毅大老师们还拿手一点。我们花着样羞辱自己，哎，真的是，我们就是活腻歪了，对不对？来吧。哎，是不是这一轮该换人了呀？有意见？你觉得谁不行？这个音挺高，上，这三个啊！我关照。唱什么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就这一句，哎，略低一些。好嘞，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该你了。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可以。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
我。来来来来来，不要谦虚。你们这座不空的吗？我先过去坐会儿了。啊，这个好难啊。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该你了。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上去了吗？这是。可以可以。来，记得。我的妈呀，他们怎么够不着底儿啊？感觉，哎，你这么着，我准备好了，你扎我一下，我来来来来，最高音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你扎我一下啊！来来来来，好一朵美，好一朵，该你了，我帮你一忙，我杵一下腰眼儿，好的好来来腰眼来。是兄弟吗？是兄弟，往上面顶我一下，往上面顶你，往下拽我，往上面顶你。好，来，走。好一个美。怎么的？这治疗鱼尾纹呢？脑浆子都快薅出来了。哎呦，我要笑死了。不行了，就淘汰了，就坐回去了啊。林花来。男生真的很难。我要讲一下，因为男生跟女生的音区是不一样的，他唱到那里相当于女生的已经是很高的地方了。张杰，你刚有孩子，然后生活还是要很幸福的，别为了这事拼命。回来吧，你有媳妇有孩子的，我一个下来了啊。对，可以了，太高了，这个太高了，太高了。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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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林花。还 W 有这调啊，只有张靓颖，我觉得我不行。可以，哇牛！哎，这不能再拼下去了，我觉得已经是展现了每一位作为歌手扎实的基本功和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音乐功底了。掌声吧。接下来各位，第一题，趣味高音比拼。第一首歌，娜姐的征服，第一句就这样被你征服，从低了开始起，好不好？ OK， Wrong one。这样被你征服，这么弄的话，我觉得我还能参加三轮。就这样被你征服，耶！两个老人，就这样被你征服。嗯，什么调？就这样被你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好，好。哦，
教的耶。我跟那英唱过歌。嗯，就这样被你征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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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在背后唱，来，你在前头，音乐去。就这样被你征服，赢了吧？小心一会儿自己唱不上去，农夫与蛇，真的是一个蛇。就这样被你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哦，竟然坚持下去了，沈腾。腾哥预言的，他能撑到的第三轮来了。就这样。赢。就这样。就这样吧。如果不行就出局。就这样被你征服。耶，过了。就这样被你征服。没事，难听无所谓。就这样被你征服。哎，有种戏曲的味道哈。我来，娜姐。杀鸭子的声音。哎呀，算过关吗？我也救不了我自己了。就这么高啊！哎呦，就这样被你征服。闭嘴！导演他故意捣乱。就这。你怎么还低八度呢？对，我们应该比女生要低八度。别，你现在就高八度了。如果这样的话，我认为哈，我们这样就你俩比吧，因为他俩的声音还在中音区，我们已经在，我们已经翻白眼了。我从上一轮就开始翻白眼了。这就这样被你征服，还是厉害。就这样。低了一点点，低了一点点，就因为就这样被你征服。哇，好了，接下来他们俩比了。对呀、那边都主动弃权了，是吧？对，主动弃权。就这样被你征服。哇，就这样被你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喂，他的还是真声啊，厉害哟！我得在背后保护点花花，这随时就容易一下痒了去。来，就这样被你征服。我已经转假声了，这我唱不上去了。就试试。就这样被你征服。
头了，脸都白了，没到头了，没上去。就是你要假身的话还有，如果你还有能量的话，多难听的声都能上去。展哥，你还有歌手的包袱吗？怎么了？你来嘛，你来一个来。听的嗓子疼，有没有觉得？家产被你征服，海豚音了。这个已经开始跟海豚对话了。哎呦，那我觉得我也能试一试呢。来，贾玲。不是，你是海豚本豚呢，直接扎海里去了，哑了现在。完了，我们全军又覆没了。Pentak you， 你刚才说要一打五来着？对啊，来吧，我跟花花来吧。你跟花花来一个，花花来吧，一对一的，可以。换一个歌怎么样？啊，可以，换个山丹的花开红艳艳。哇，好。对，就这句好不好？好，花花你别欺负我，行不行？没有没有，咱就假声唱到，用假声开始就不唱了，好不好？用假声，哦，那就是只拼真音是吗？对，哇塞，只拼真音，我觉得我真音应该没有你高，我尽量来吧。Round two。起步就这么高啊？起步真高啊！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好呀。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呀，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呀，哇，来，没了，我没了，我觉得打平手得嘞。这孩子是真不让家长省心呢。你哥咋了？下山了？嗯。哎呀，放松。哎呀。受伤了，我上不去了，我上不去了。山丹丹的那个受伤了，厉害！哎呦，这个属于巅峰对决了。我看的我的表情特别的狰狞，就一口气一直提在这儿，发现没？看整个比拼的时候，这是高音之间的比拼，接下来一个比较好玩了，我们考验的是。拖长音，哦，你可以吗？主要我刚刚唱完那个再来，伤了元气了。对，有你这样，你对你俩不公平，你俩别参加这游戏了。我们几个来比拼，谁先来？腾哥，你先来吧。我要唱不起27秒，我都对不起 vivo。来啊，骏马
你把声给我放出来，大点声。是有本事吗？是。但我掌握了一个小技巧，声胆小，声小，然后我在那想，嘴张一半就有一半不让它跑风就行。来试试啊，试试试试。我就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一秒哈。来杨哥来。宇宙毁灭，宇宙毁灭，心还在。不会四秒吧？感觉好像也就十五秒左右，撑死了。感觉像烧了壶开水。没了，哎，真十八秒。这我刚才乐一下，这也费气儿呢。好了，花花，啊，好了，啦啦啦啦，你好认真、啊。不来吧，来吧。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估计这得干到三十秒。睡着了，这得四十五秒吧。你在打坐呢吗？不干扰啊，不干扰，看他是什么样的成绩。一分钟起吧，这个二十秒。哇，听听还有声吗？二十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压力太大了，您在旁边数。我三九、四十，哇，四一，这不是最后一期。花花脸青了。花花，你笑一个。行了，兄弟，你赢了，行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兄弟，好了，好了。你还在出声吗？还在出，还在出。行了。八五八五九六一分钟。一分钟了。还有啊。零好了好了。哇，零七。哇。你这叫不懂事儿啊。那娜姐怎么接？没事，娜姐，零头咱还赶不上吗？娜姐来啊！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娜姐太实在了，她都没怎么往里吸，她最后一口发现没我吸了，没了。娜姐，你这个在谁后面倒是也无妨。哎，为什么你们两个人总是在边上进行干扰？没有，我俩是出了名的人品不好。哎，别，我们这样好不好啊？因为他们是一对一对一，我们多一个人，那我们俩就合二为一。你尽量的拉长，然后我接，我们看看能不能够比过花花。哎呦，两个人一起、啊，好，试一下，试一下，可以没有花花？好，咱俩互相看着，你别看那个机器。你们俩看着还能不撒气儿啊？三秒不过岗。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想给对方输送二氧化碳。不要被他们影响，不要被影响。来，骏马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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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气暖呐。投降了，输了，输了，输了。其实要真挑战一分零七，也就我，我唱歌不用换气儿，我一首歌就一口气唱了。哪首歌？哪首歌都行。来来来来来，我叫小沈阳，艺名也叫小沈阳。我沈是沈阳的沈阳。他往回抽气儿是吗？他用阳来换气，循环式呼吸法。好了，我来宣布一下这一轮比赛的最后成绩。目前为止，场上的最长音一分零七秒来自于华晨宇。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下一环节，音乐决斗场。马上开始第一轮，选择一首歌来挑战自己的极限高音。高音，高音，高音。撞我枪口上了。两队商量一下，派谁出战？婷婷，你俩，他俩，我俩。真真和撒老师是吧？请。沈老师，刚才已经是极限高音了，对不对？对啊，马上我这个请再高一点就破了，请。来，从深深开始。好，一二的。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好，升调，升调。升多少啊？升八个度，八个度。八度，直接高一个八度吧，直接八度吧。直接升八度。想念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还可以再升半个位。哇！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再来半个，再来半个。好，应该还可以再半个。再来。贾玲有点没吃饱，这要馒头的意思。再来半个，再来半个。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你还可以再办吗？我帮一下你。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哎，妥，妥了。OK， 还可以再办吗？感觉不太想见到他。来，对，你就是不想见到贾玲。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我只想见你。还可以。小肚子光一拳还能上去？不行了，你瞅这眼圈，我还可以。来，下一个贾玲啊，贾玲是刘我，再高，我没唱那个，先上去啊。你曾是我的全。我以为我会爆发，但是我没有。厉害！我往上走了啊，哥。那咱这不是最高吗？这没到呢。我以为我会爆发，我以为我会爆发，但是我没有。不是，有没有比周深高啊？有。嘿嘿。但是说实话啊，这咱帮理不帮亲，咱得出点人动静。萨老师啊，左手指月，左手指着月，右手取黄弦，对你来说有点太低了。对呀，因为我刚才我感觉我好像都能跟唱。左手指着月。贾玲跟上了，我的天哪！左手指着月，右手指着天，又跟上了。再上一个。你别比了半天，我跟你说，这轮贾玲胜了啊！好来。左
你上逼死歌唱家呀！你这是再来一个耳朵。好来，好吧。多少句句，还可以上，还可以啊！可以了，我输了，我输了。乐理范畴，你们很厉害。我刚才唱了一下，嗓子现在有点哑了。那都小杰了，你看，请把镜头推上来。贾玲嗓子已经小杰了。来，接下来该沈腾的了，来。来我，来再给我降两个调，再降。爱我还是他？我还能上不？能。嗯，谁还能唱吗？你指他干嘛？你指他干嘛？他能八度。来来，再高点啊，老师。爱我还是他？哎呀，哎，这种音啊，我知道哥这种音，这种音是人的赫兹已经听不到了。海豚的那种。海豚不知道，反正河蟹肯定跟我一会儿有点呼应。可以啊，可以啊。这下来的好突然的。好，接下来花花也是这首啊，爱我还是他是吧？好，来来来。爱我还是他，爱我还是他，爱我还是他，你爱我还是他？我明白了，想再往高唱，前面得加个你。你爱我还是他？还能高？你爱我还是他？他？我的妈呀！啊！哇！还能高？前面别高点。你。上不去了，再高，再还能高，你前面再加，请问你试试，请问你，请问你，我还是啊，我说，多高？我数学这么好，我都算不过来。30楼以上了，这都是。不是哥，花花离开了王牌，人家还要去参加那个唱歌的节目的。我目的是啥？我就给他废这儿。下一期我俩名字不好，都怪你。好，下一趴我们要比的是在音乐领域的你能我不能，就是要那种啊，什么绝活是你可以，别人不可以的。对，我有一个。哥哥门前一条弯弯的河，哒哒哒哒哒哒哒，轻轻的歌。你们可以吗？花花可以。来，来。在的里，哦耶，在的里，哇哇哇哦，你的笑容这样说。是小波奇，哇哇哇！可以啊，像哦，真的像哦。像样的，别这么俏皮。那我来，好，我来。易中天，啊，在梦里。像，太像了，对。来到赛老师。梦里见过你，这个很厉害。耶！我要听赛老师原版。原版。
是你，上吧上吧上上上上上，梦见的就是你，来个花脸的给他。在梦里是这样吗？站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我可以做仰卧起坐。那个难吗？来呀、啊、来呀、啊！我平板支撑我都没好意思说，我做的是这种，就是盘腿做的这种。啊，盘腿的啊，这个呢，这个、很难很难的，一个手放后脑勺，一手这样的。哦，光做就很难了。对，这一个唱歌，一个边做边唱，加油，来，加油，来，我还没试过，我第一次。唱啥？想好。等。当一生里的春风，是不是出凉风？时间变没了魔，谁来告诉我？走，继续。哎。好不容易结束了，好不容易结束了，这个算是就体能方面，咱们这边行不行？我来一个，你们肯定不会。我边扔着鸡蛋边唱歌。对，哎，上鸡蛋。哇，真鸡蛋啊！几个？三个蛋。剩你手的？有带茶叶的吗？哇哦！哎呦！当我徘徊在深夜。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前，你的每一次心跳，我是否听见？我都有点眼花缭乱。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你们认输吧？真的哎，认输吧。什么时候？哎呦我的妈，好吓人啊！还能告诉我？谢谢两队的精彩表现。好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流水蜜之音啊！听前奏，猜歌名。第一首，请听歌。小童，这么快吗？花，快说！花没摁。我俩先把这权力主动权掌握下来，说，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个拉斯顿？噔，是不是？噔次大次，噔次大次。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是噔次大次，有点像啊。对对，管他呢，就是。啥歌？啥歌？是那个拉斯的。他原名叫什么？拉斯的袋子。所以自私将我眼睛闭了起来。眼人终于看到你的眼睛闭了起来。全是说唱歌手，没一个有调。打的对不对呢？一起来听。不确定，我真不确定。不错了。不是。回答错误，王牌家族队，惩罚，开始。这么大的吗？好玩吗？第二首，请听歌。
什么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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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让你们模拟唱，不是模拟唱哦。哒哒哒哒，评剧。这不是我们时代的歌，我不知道，但我记得旋律。这不是我们时代的歌，你说说。不是评剧吗？不是评剧吗？驿动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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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驿动的心。不，什么驿动心？听听听，不是驿动的心，不是驿动的心，绝对不是。好吧。确定吗？驿动的心。他不是驿动的心，你看你，你猜，你猜吧。我们选择相信驿动的心。驿动的心。心不是这么唱，驿动的心，对不对呢？一起来听。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评剧，真叫评剧啊？对啊，这个叫评剧。评剧，评剧吗？不是评剧吗？你以为叫金韵大鼓呢是吗？我们真以为金韵大鼓那个评剧呢。我也是以为那个。是吧？我说，刚才说了，不是评剧，改成了驿动的心。我打完这游戏，我就猜对这么一次。你也不坚定啊，哥。我当然不坚定了。文哥，不要接受惩罚。请问此时此刻，你把皮衣扔掉，后悔不？后悔不？人嘛，不管多大年龄，停留在哪个年龄段，都有冲动的时候。讲不讲究？讲究。我都没来得及看这是一把好伞还是坏伞。下一首歌，来，请听歌。什么梦？追梦？腾哥。来生缘。什么？来生缘。确定吗？这把百分之百相信腾哥的。对，确定。是这个吗？这可是雪山飞狐，驿动的心。你唱的是雪山飞狐，我听的是刘德华的《来生缘》。雪山飞狐。咱家庭内部投票。哪个答案？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什么？你说那个旋律是什么？按你说的。牛妈放给我。那个什么，雪山飞狐。雪山飞狐。这歌吗？歌不叫雪山飞狐吗？不是，那个是那个。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对，让那钱。就叫雪山飞狐啊。等会儿让我们唱完。哒哒哒。要唱完才能知道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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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不，一中情。差不多了，一中情。什么情？这严重超时啊！4、3、2、1。什么歌？忆什么情？忆什么情是正确答案吗？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歌。忆什么情？别，忆什么情？忆中情。忆中情啊，忆中情。忆中情啊。寻寻觅觅。正确答案，来生缘。这不来人了啊！这不来人了啊！评剧，评剧吗？不是评剧吗？来生缘，来生缘。我的内心跟脑子一共一生只能储备三首歌，我今天中了两首，你们。不是我问你，腾哥，你有什么好发脾气的？最后说定的一中情可是你，我们几个不敢定了，上次误会你了。
腾哥走出来主要还是为了把皮衣捡回去。不是花花，这歌都是你们年龄段的吗？不是啊，你在那我错了，咋的王牌家族准备接受惩罚。怎么回事？我是完全努力够这把伞，刚才那腰带忘系上了。王牌家族准备接受惩罚。怎么还耍赖呢？哎呀，别怪我不够义气啊，这个轮确实不应该教我呀。但刚才两轮发挥确实很好。吓人不？什么音乐素养？刚出了俩音符，啪给你抢！但是腾哥，我只希望你能够自信一点。嗯，那达不到。一说就那听你的吧。继续听前奏，猜歌名。这我知道这歌，但是我叫不上名。没人抢，拍的是桌子。吓我一跳！这什么歌呀？不知道，我听过这个。我听过这个，我没拍呀、啊，我没拍、啊。小童拍到了，谁呀？小童拍，你说吧，小童，你拍的，你说吧。我被晃范儿了，那边爸拍桌子，我赶紧拍了，就是知道拍的是桌子。我们先晃别人的范儿，人家再晃我们去，你咋那么不禁晃呢？酱还是老的辣，酱还是老的辣。小童，有没有答案？没有。随便蒙一个。关键是蒙都没有他。那个谁的？那个谁的？啦啦啦啦，林依轮的《爱情鸟》，确定吗？确定吗？是，肯定是，是哥，肯定是，听你的。爱情鸟，当然听你的了。我们曾经怀疑过你吗？你们有别的答案吗？那也是没有。敢给我发表别意见，我单独给他们发车。这轮都听腾哥的了。我们还伤了一个老人三回心呢。对不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哦，人生中的三首歌已经用完了啊，接下来就不用再指着我。接下来音乐家族队接受惩罚。等一下啊，哪还有等一下的？怎么还有等一下的环节呀？都是自己人呢，导演组的兄弟们呢。音乐家族惩罚开始。我去。啥时候放你的？但是接到了，你给他剥开呀，剥开面积还大点啊！沙宝亮，我问你。你有没有可曾想过，你身边还有一个人，你在那转，全在周深身上。这也太损了，这个。这都前几期给我们的，这都算好伞。接下来我们升级一下玩法啊，歌词倒放第一句，请说歌词。免姓能不忠，逢向路侠年之生有。花花，有生之年，狭路相逢，好像是吧？相信一下自己，你不要被腾哥打击了两下。我把自信心，我这回我发现了，鼓励一个孩子的成长有多么重要。长大，有生之年，狭路相逢。是的。
下一句歌词是？我们还要接下一句啊？这一轮的要求就是接出下一句歌词。你才来啊？我就会这一句。我们看中的是我们能猜出来是哪首歌。流年。流年咋唱？我不知道，没听过。来，我们大家一起合唱。有生之年，那路相逢。来，点你了，快！这届导演带不动，我跟你说。关键时刻地话筒也不好使了。完了，我不知道那是。来吧，认了吧。五。等会儿我们不得蒙个答案呀、啊。狭路相逢，终等不到，终不到流年。等不到昨天。行，非常完美。等不到昨天或明天。我提醒一下。你现在唱的这句依然是刚才周薇给的读出来的词，我要的是还后面那一句。还要啊？哒哒哒噔噔。对，就我要的是这句。就要这句是吧？对，我要的是这句。我们一起哒哒哒哒哒。他们全错，就一起伤心一起流泪吧。一起伤心一起流泪流泪。也可能会一起淋雨。一起来听歌，来。什么的红线？假如相逢，终不能幸免。手心突然长出纠缠的曲线。哦，不是红线，曲线。王牌家族接受惩罚，稳稳当当，稳稳当当的。谢谢。什么玩意儿？没打开，没打开，总有人玩赖呢啊！什么东西？拿过来，拿过来。工作证，这是我们工作证上的那个东西，什么时候跑走的？刚才谁落我这儿一个工作证？刚刚跟我说稳稳当当的，不用抢，我就没抢，我们来往这一躺。不是我那节奏该后来应该变快的。下不为例啊，下不为例啊。哎，下一个环节，每队各有四人。共同完成60秒的唱歌计时。哇，咱四个人就唱这首歌不就完了吗？但他的拍子不一定是在秒里面啊。你们可以先听一下，一定要记住这个旋律和这个节奏点啊。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商议时间到，就他，来吧，我们就拿这个来唱。首先由王牌家族来开始挑战。腾哥，你就卡这个，按下那一瞬间就是卡在一秒上的。Perfect。王牌家族最终验证。来吧。挑战开始。爱真的需要勇气，流言蜚语。哎，没在节奏上，没有没有。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就是节拍器唱的，这也太有优势了吧。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无论他们唱多少，花花在数。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爱真的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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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啦哒哒啦。Are you okay? Hell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Hello.
刚才过来给腾哥调话筒，腾哥我给你调调麦。啊，我还挺考虑人家呢，我说没事我可以救活点。腾哥，我给你调个高点。没事，我可以低点。骂了半天，他是想对我嘴，真的是。超了一秒。差一秒。一秒都不到，零点几秒。花花老爱起个范儿，那时间查的没毛病，像我就这样一拍就完了，非得得了。我不该起范儿的，我真的数着在呢。哎呀，王牌家族第一轮终结战挑战失败。哎，花花，这是我们的道具。接下来，音乐家族。哎。这不是个麦啊，我知道了。知道了以后就不能躲了。你看着这个，第二个人不能看，只有第一个人可以使用。音乐家族终极验证，挑战开始。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哒哒哒。他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Time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Time again。I'll ask myself， 差不多了啊。我问我是否你的唯一。到。哈早一秒，早一秒。因为刚才他们的节奏有快有慢，没掌握好，挺难的，好难啊。所以第一轮挑战双方都以失败而告终。接下来来，王牌家族，我数的有这个真的就绝对没问题。请欣赏王牌家族演唱《勇气》。还有勇气唱吗？有勇气。哎，亏了给我提醒了，我还在这儿熟那个千万里。喂。怎么？爱真的需要勇气。王牌家族，挑战开始。爱需要真的勇气，流言蜚语。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完了，快太多了。爱真的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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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真心。前面早了，他后面多唱了一句。好老土的庆祝方式。恭喜王牌家族赢得第二季王牌歌手大赛最强歌手的殊荣，虽然当中有且仅有一个歌手。那既然今天是王牌歌手大赛，少不了要一展歌喉。各位，
下载抖音 APP， 记录美好生活，炫酷视频向你来袭。接下来一起来欣赏抖音经典时刻。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夜相遇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成灰也无所谓。我破茧成蝶，愿和你双飞，最怕你会一去不回。虽然爱过我，给过我，伤过我，就是安慰。我想你飞，温柔的追，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想你飞，多远都不累，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我想你追，风温柔的吹，只要你无怨我也无悔。爱是那么为我心陶醉，被爱的感觉。
情的蔷薇，让而不自觉，你值得被疼爱。你懂我的期待，喧闹后枯萎，经过几个夜间，有你在。你埋藏的蔷薇，你动人的香味。承诺从指缝中流走，不敢奢求什么，回忆将我们扣留，忽一瞬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轮回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论明天过后，生命何时休，不必你有看透，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不爱上一群人，不论明天过后，生命何时休，不必你又有看透，我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这一刻怎么回头？
就该出手。我身正不怕的跟着影子走，天地之间不过多的半碗粥。Yeah!咱们该狂的时候就不要瘦，有名江湖不忘苦里当劲又上手，天照拆掉游戏估计留神神仙口，心上下不变卦，风化成千里吧。嘿呀一二呀，别挽手，我不
太能够顺应所谓的大潮流，画笔我自走，应该没说明我所有，我不找借口，懂得人自然能看透。理想边界太多，别用爱了解生活，感受去春的羞涩，舞步飞一旋，他把痛的沉默。谁给他画成这样了啊？打开心里，抹去春的羞涩，舞步飞一旋，他把冬的沉默。昨天他把王菲的那个不屑一顾那劲儿都演出来了啊，我看他他不看我，只演出不屑一顾了，就要那劲儿。好，打开心里，抹去春的羞涩，舞步飞一旋，他把冬的沉默融融的暖意，带着深情的问候，绵绵细雨沐浴那昨天，激动的时刻，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欢乐。相约一九九八，
我不接你。生活着心中的他。
你的缘，错过了太多年。冰山上有一朵雪莲，断作群山之巅。他们说他一生千年，有他就得到了。
想象对方的世界。我不大接受什么被委屈别还手，我不再能够顺应所谓的大潮流。Let's get back to the world. Let's get back to the world.
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不在乎它是不是谁的墙壁。也许我没有天分，但我有梦的天真。我将会去证明有我的一生。也许我手比较笨，但我愿不停探寻，付出所有的青春，不留遗憾。向前跑。